千百年来，神圣的雪域高原滋养着传奇而又勤劳的藏族人民，他们祖祖辈辈在这片圣洁的土地上秉持着自己的信仰繁衍生息。传说因为英雄格萨尔收复了十八大宗之首达什诺宗时，并将达什诺宗的采秧分遍于雪域各大神山，雪域大地才变得如此的富饶而祥和。由于这片土地特殊的高原地理环境，造就了其独特的文化氛围。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对于四季更替和天文观测等方面都有着祖辈流传下来的传统文化和独特的见解。请记得在影片下方帮我们留言、按赞、分享。喜欢我们，请记得订阅频道。